来打个十场 PK 啊，看会不会遇到什么比较有趣的对手。现在战力是95,000，哇，100,000了，这些人都100,000了，但是100,000不一定会输了，所以也不用太担心，只是比较难打一点。我靠！大招哎！碎了！哇，被他跑掉！啊靠呗！按错了，败呀！中了哈，中大招了哈！哇，剩两秒，不知道谁会赢。哇，我赢了，差了两秒，我刚刚血比较多一点，这样就赢。玩这个比较刺激啊。那你一进来一定要先看一下你的位置哦，因为大家都长得很像，所以你进来你要先确认你是左边还是右边，不然有时候真的两只都是一样的样貌，冲出来会搞不清楚谁是谁。96,000，我刚刚是低战力打赢高战力，所以这一场也是要看技巧。靠腰怎么按错了？轻轻松松啊！再来。99,000，哇，大家战力都比我高哎，真的是需要加把劲了。我靠，怎么那么痛？我靠，超危险！碎，反击反倒赢。这一场有点惊险了，差一点就输掉了。哇，100,009的战力耶，超高的。
打招了，中！哇，没打到！细的，哎，怎么没打到？来个大招，细的！他刚好在那边呆呆放大招，直接中雷射，雷射比大招还要远，超神的！这样子又一场低战力打赢高战力了，不错不错。这一款我算是一玩就上手了，蛮神奇的、哦。哇，11万呢！看来我难了，难打赢他，这个战力差太多，还是有风险。97级耶，也练太大了吧？我靠，扫到，真的很痛哎！他还中大招哎，太好笑了！中，死了！哦，大招，拼照！你被输啊！你被输啊！哈哈哈！高战力呢，还打到15，哇，二级了，超爽，晋升了吗？太神奇了，再来，看能不能拼个十胜啊，闪大招很重要，然后反击也很重要。然后还有对手出招的时候按换脚也很重要，可以断他招，那是唯一可以断招的时间点。哇，11万战力，真的是要加把劲。听说他们氪金的已经装备都全顶了，我们都还没办法氪到那种程度。哇，他硬干还能赢呢。太夸张了，高战力还是有差、啊。再来，输了一场，该不会现在配到的战力都超高的吧？哇，配到12万战力，太夸张了。都没打到 bug 了，
中了、剩是七秒，糟糕了。太可惜了，所以战力差太多，还是真的是没办法打。再研究看看有什么突破的方法，又掉到铜牌了，11万比较有可能性。输三场了，再来一次。10万战力，哇，他武器不太一样哎，是紫色的。好，靠腰丢啊！那个。刚刚那个蛮严重的，再来看还有没有办法打？哎，没了，十场打完了，快来领个东西好了。50颗，还有呢，100颗，哇，多了。My potential. I have a serious request. Everything has a cause. Well, I guess a little preparation. 刚刚那东西在这里啊。Is it time? 其实我应该提升一些刺客的，因为我一直没有把它冲上来。No need. I am ready for it. 我一直灌在其中一只哦，这样不太好。这样在 PK 的时候可能单独一只比较强啊，换角的时候另一只就变很烂，应该均衡发展，两只比较好。所以我决定来把刺客投资一下。
再来，打 PK 就是为了修炼这个啊，其他的就还好。所以你如果有很认真在打 PK 的人，你这个东西就练得比较快一点。那不然说真的，装备你要去提升也是要蛮久的。一次都加一点点而已，感觉很不痛不痒的那种样子。哇，更高阶了。再来，失败，他这个有失败率啊，你看他有 88%。没了，没有那个紫色珠宝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红色珠宝，这个是六挂牌。红色珠宝好像在从这里。对，这是那个挑战之塔、试炼之塔，在冲的地方是透过这里。这有点像是那个星盘吧。哇，加一千耶，很有感哦。那这一只呢？这个来练看看。没了，这个是试炼之塔，你每天要去扫荡。有人问我说他没有红色石头，红色石头你当然要扫荡才有啊，你不会平白无故得到红色石头，你要去扫荡这个试炼之塔。我看我今天扫了没？今天少了，但是我可以再打一场。9万多应该打得过了。挑战看看哦。看我要怎么放错。我操！镭射光哎，他跟我一样。看好他镭射光太扯了吧，连放哦。他是只有镭射光可以放就对了。死啦！这个我大概两天推一层吧，也没有那么好推啦。诶，还有哦，这30层诶，不知道打不打得过。哇，蟾蜍，大蟾蜍来了。打我。哎呦。
打我啊，等你来出手。我靠，他血够厚的。那个大招。发狂了。哎，我的刺客怎么挂了？莫名其妙。我靠！这个石头太痛了吧？算了，不挑战了。先这样子哦，先拍到这里。主要今天这个短片是拍那个 PK 啊，蟾蜍这个要等到战力再高一点比较好，再来打。